做人，
啊，先生，我囝唔行，以前囝同学。无啊，伊囝啊，搁无买厝，啊买一间徛家尔。嗯，好，站起来。通完新那间都买贷款没有？啊，今麦买新房子都买。有啦，贷款啦。有贷款。哎，翁太太300万多一个。啊，不过你啊，我一个月几啊千万，300万都无够。啊，贷款。啊，贷款。啊，看哦，伊某会退出啊。啊，不过翁太太给300万出来。啊，也有那个小小的嘞。哎，啊，伊讲这边来做啦，啊，去台湾贷款啊，找我看。可能只两间，该看的一间，啊，搁一间搁三个分的，一间搁三个小孩子分。对，不能买啊，也得老老。我听讲一间都跟啊，单都跟啊，啊，三个小孩分啊，女儿也是。要分。啊，查某听是搬去遐讲母啊，三顿食饭爱看你。安尼啊，住，爱搁住啊。阿姨就爱煮啊，孙拢甲学了。阿妈，你卤牛排足好食吼。我楼卡咧，楼卡。包水饺，啊，大家上侪咧，甲阿妈住。本来这边呢，少好久的一个孙子跟他住，还住我家，还住我家个西山咧，还有做什么呀？我上个礼拜探访我，探访我，啊，叫杨太太恁过来做就好啊！哎，来叫来，叫杨太太恁过来做就好啊！在人个可能是做做伊啊，伊都做八位啊吧？伊个咩啊？伊个三四个走，你嘛做会做？伊个叫啊，伊个杨太太叫啊，伊个洪太太叫啊，我有听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要耳东杂音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住在这个家。你知呀？不知。伊捌阮大林哥啦。啊，早阮大林哥是住伫四楼。啊，卖早餐第一间，啊，我是第二间的三楼。到底要到什么？他翁太太是在隔壁栋的四楼，臭一下，那小子，记得先跟他报一些，翁太太的名字。可以。那个去做气功的时候，翁太太说：“啊，你唔秀英阿姨行啊？我你哪会知？然后我就家己呀，太有态度。”不认识，较早咱西边啊，拢嘛去伊厝啦，啊买菜买买下，就变转啦，变转，啊转伊个，啊，阮先转来，我就开始穿衫。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，没有这样，你薪水兼职，你要怎么买房子干嘛？你若无安尼，是要拢做老的，搁洗衫去啊？啊，搁一个趁钱，洗衫。啊！我趁钱嘛，食糖生产。哈哈哈！哈，这个趁一斤薯，搁趁三斤。哈哈哈！三斤啊！给人拢别人的去啊啦，无效啦，无效啦。袂啦，拢送人啊。不要紧啦，安尼就是无完成啊。伊无完成，啊，都欠孙啦。啊，孙是几老的孙？所以你来共娶，大家拢无啊，唔免你我娶啦，因你个人家己去娶，叫你生都无人去生咧，娶啊，唔好叫人生，即个身体无好。啊，阮人唔过照安人讲啊，安尼到因呾代就变邪火安尼。袂啦，因为即摆人吼，我咧讲吼，做人也无讲，也无听话，啊，实际实际某已经到啦，有无吼？当时要正经要发生个代志，拢忘知啊。所以吼，这个是卖思想的，我跟你讲，做一看啊，到时代就了解了。啊，我们哪有三个小孩可以试吼？啊，他呢？那是可怜，因阿家无闲。阿妈表会当试吼，阿妈表。
老人院，红阿飘，老人院，啊，你都爱啊，其中一个先走一个嘞，啊，也是红阿飘。啊，红阿飘，他如果不能自理，你红阿飘他说。啊，不能自理的，为什么这么死啊？就是爱红阿飘吃人啊。哦。对啊，老人家啊，你讲对啊，咱老太少年的时候，较后半，啊，你讲先叫人娶某，不是叫小孩，哎，你讲嫁人娶某吼，吼，啊，坐较早死的，不是讲我坐多来时阵，啊，无可能两个当年死啊。对啊，啊，就是有一个会当迄个，啊，另外一个较难找，迄个较可怜。我上班也蛮想恁这啦，因为吼，到哪里找？我是，看这包子脸，啊，当好吃。必然的，他那个很快乐啊。嗯。哦。啊，然后还造型呢。哈哈。米露，你干活啊？嗯。好了。好。好，脸都变瘦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他那有加，刚刚没加嘞。我加层次啊，我加层次。断前面了，断前面不是。